他沉睡了3年，身体机能呢已经开始急速下降了。如果没有好转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啊。他还能拖多久？顶多半年吧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的父亲已经失踪2个多月了，他的失踪和古蜀国考古有关。他是开公司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跟考古扯上关系。或者他一直对你隐瞒了什么，比如他的真实身份。真实身份？从我懂事开始，他就是个普通生意人。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他改过名字，现在叫苏宏伟。之前呢？苏芷文。啊，原来是他。你认识他？薛凯、啊、今天帮我算算塔罗牌吧，我要算姻缘哦。姐姐，今天店里就我一个服务生，很忙，下次吧。下次记着哦。嗯，哎，你这么忙，你们老板都不下来帮忙的吗？我记得他偶尔也会出来客串下服务生的啊。老板更忙。哎，啊，出现了！苏慕轩呢？哦，他请了半天假。这个，原来我父亲以前是研究考古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吗？你是？啊，我是他的后人。当年他们四个是古蜀国考古的权威，因为一个前所未有的项目，他们到深山里寻找一个传说中的遗迹，可惜都没回来。据说当时发生了地震。可我父亲他明明活着。对，由于项目的隐秘性，外界都以为他们全部遇难了，可真实情况是你父亲作为幸存者带着考古发现消失了。知情人士认为他是带着国家文物潜逃到境外换取金钱。不会，他不是那种人。苏小姐不要激动，这只是当年的猜测，具体如何还要当面问他。你父亲的失踪应该和20年前的事有关，他这样躲藏不是办法。我也很想帮你找到他，问清楚当年的情况。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啊。你再想想，他还有留下什么线索吗？他请假到几点？他只请了半天假，他一定是有急事儿。切，这都一天了，应该算旷工吧，老板。奇怪了，他好像有点着急嘛。嗯，不正常。等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喂，小雨哥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你不是只请半天假吗？老板都问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身体不太舒服，忘记跟你说了。什么？
身体不舒服啊？严重吗？就是有点头痛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是吗？听你声音都没精打采的，那你好好休息啊，我明天帮你跟老板解释。谢谢啊。时间还早，你陪我去趟超市吧。手机没电了，带充电器了吗？没带啊。哎，算了，反正也没有电话，走吧。喂，你太重了，你来起。关机啊，喂，陈博士。苏小姐，我想到了一件事情，可能和你父亲有关。我们约个地方见下面吧。好，你说地方。陈博士，你找我有什么重要的事啊？苏小姐，你看起来很紧张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当年你父亲消失时带着的那些文物，其中有几块石头碎片，对古蜀国考古意义重大，你见过没有？没有，我从来没在家里见过类似石头的东西。怎么会呢？再仔细想想，你要知道，找到这些东西，你的父亲才能赎罪，你明白吗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你知道那块石头有多重要？你知道你父亲会害死多少人吗？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，那我只好使用我最后的方法了。你们要干嘛？追！别让他跑了！那儿！上车。怎么是你啊？又见面了，咱们回去说吧。哎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家。哎，姐姐，你开车看前面啊。连个小姑娘都抓不住。不是，一定是有人接应她。谁？大概是咖啡店的孟志博，他很不简单。对，一定是姓孟的。你们这几天帮我把咖啡店给我盯紧了。是。
想，等待不会迟来的曝光，谁执着的旅途正在起航。被迫英勇算不算英雄，如果可以全世界只需要你欣赏。最最孤单的风景，干涸来云南来发展，仗着一桩倔强绝不退让。欢喜是当作编辑攒太久的激动力量，谁在绝望之前竭尽全力释放。真相它患得患失，四处匿藏，被谁捆绑，来不及哭害怕却不服输，不如大战一场。我往后面看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应该往那边看。哎，没事啊。